不好笑，不好笑，不好笑！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来上道德课之礼仪。好，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在跟喜欢的人一起吃晚餐的时候，突然间想要上厕所，要怎样礼貌的说呢？来，你先说。我要屙尿。咦，这一点都不礼貌，坐下。来，你说说看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等等就回来哦。这个不错，但还可以更有礼貌。来，你试试看。请容许我离开片刻，我先去跟一个好朋友见个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更希望今晚介绍他给你认识。同学们，我们接下来上物理课。好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抛过来的鸡蛋撞去另外一个静止不动的鸡蛋，哪一颗会碎？老师，心会碎。谁的心碎？母鸡啊，因为是母鸡生的。